你为什么出手那么狠啊？谁叫他咬我？我是饿了。浅花吧，彤彤，做我的女朋友吧。 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我可以告诉周叔叔，好让他放心。想泡到你之后再甩掉你的男人，绝对不是这样表现的，这是真爱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这是真爱。上一句，泡到你之后再甩掉你。难怪，所有的事情都发生的那么巧合。彤彤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 我在郁闷好好的，突然抛弃我，放开我！你们两个要搬到我楼下住，还有你，突然回来帮我排污，昨天晚上又要住在我的家里面。你，我一直当你是我的好姐妹、好闺蜜，你跟他们是一伙的，是不是？ 每个人都合起伙来，串通好骗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情况？